有冇見過啊？咁你估係咩嚟嘅？咁誒鹹魚怪嘛？鹹魚怪係啊！即係身為男人，會唔會有啲咩心理反應㗎？香港啲人收埋唔敢講啫，即係可能圍內 friend 有玩嘅就可能會 share 嘅。有冇啲興趣做呢啲旅遊卡？哇！想留翻條命啊嘛，冇啦。我覺得 AV 文化本身就係一個營商文化嚟嘅，揾好靚嘅 AV 女優咁啊，同個女優影好多嘅相。由穿衫、穿泳衣、穿不同的裝束，到除一半、除曬，能夠更加容易收藏、更加多款式的就是卡啦。炒賣足球、籃球明星閃卡，甚至是遊戲卡，你可能有聽過啦。當紅的明星加上稀有度越高的閃卡，最貴可以炒到幾十萬噶，哇！在这么多的閃卡入面，最冷門的一定是 AV 女優卡啦。玩緊或者有收藏，你覺得個圈子大概有幾多人？我諗香港啊，我諗香港可能都係幾百至一千人左右。我諗大約啦，呢個市場最大應該係台灣，台灣應該係台灣最多人啦，大陸都多嘅，但其實最多應該係台灣。自從大家都好有興趣嘅三上啦，明星出身，三上成日都睇到佢啲報道嘅，即係所以啲人都係問三上多嘅。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専属の三上美和です。旅遊卡在日本已經流行超過10年了，歌手 Tyson Yoshi 早前就自爆自己都有收藏 AV 旅遊卡，更加是 AV 旅遊三上由亞的粉絲啊。咦喂，AV 旅遊閃卡是怎樣玩法的呢？它呢其實是透過盲盒的形式去抽獎，盒裡面有幾十張不同款式的卡，你可能會抽中 AV 旅遊的親筆簽名，甚至是附帶有它穿過的底底碎片的實物卡。哇，不過 AV 旅遊卡最極致的是一張名為 DNA 的卡，裡面含有 AV 旅遊的毛髮一條。商人會怎樣呢？這個是很強的心理，你很想要一樣東西，整少少毛就連在上擺一張卡，如果甚至加上簽名就更加值錢。但如果我們放在 kit 裡面再給你抽，我就可以賺更加多的錢。我覺得完全是有一些銷售心理學的發揮得淋漓盡致的地方的。所以其實咧，點解啲人咁中意買呢啲盒咧？就因為佢哋當抽獎，即係佢哋可能幾百蚊買盒嘢，可能抽張 DNA 萬幾兩萬蚊咁樣，佢即係當有啲抽獎嘅心態啫嘛。其實你啲 DNA 十張，所以其實好難中，好難中。佢貴唔係因為啲人變態想要佢條毛，係因為佢真係少啫。即係其實如果你將個頭髮變咗做500張嘅話，我諗佢就唔貴噶啦。即係其實我覺得佢哋嘅心，我啲客嘅心態，可能佢哋100,000蚊買張卡，佢只不過係想買一張我有你冇嘅嘢啫，絕對唔係因為佢係一條頭髮咯，或者係一條毛，甚至可能你當佢真係係毛啊，佢哋都唔係咁諗。反而我對毛咧又唔係太大興趣，我反而中意佢哋嘅人啊。今年33歲嘅 Keith 兩年幾之前開始收藏 AV 旅遊卡，一般咧都會直接喺網上面購買自己中意嘅旅遊卡。就有少少投資嘅成分嘅，係啦，咁唔係話冇嘅，一定值錢嘅，因為仲有人睇噶嘛，到依家，咁但係就唔會太勁咯，個升幅，即係純粹，如果唔係我個個都買啦，即係紅衫上我都買佢，咁淨會睇做自己睇嗰啲咯。你用過最貴買一張卡係幾多錢？即係你話旅遊卡？嗯。旅遊卡我最貴可能都係3-4千，即係入邊嘅六個，但係係咯。咩嚟㗎？3-4千嗰張？3-4千嗰個就係鏈，唔係我自己講咗鏈，即係係咯嘅人咯。最瘋狂的程度就是以前個圈子小的時候，可能只有一兩個人去追那張很貴的卡，可能我張東西可能10,000蚊咁樣，而家多了幾個人追，咁就變相啲嘢貴曬咯。但其實可能能夠捨得俾錢買都係嗰啲人，都可能10張樓下都滿足唔到佢哋，可能得限量1張啊，限量5張、限量10張嗰啲，佢都會買齊咯。基本上最厲害、最珍貴、最稀有嗰張，
咁就最瘋狂嘅咧。以我所知，能夠最貴最貴嘅卡，真係成交到嘅，我諗都係100,000左右啫。100,000哇 ！Eric 係全港數一數二收藏 AV 女優卡最多嘅全職賣家。佢十幾年前就開始收藏各類嘅閃卡噶啦。保守估計啊，佢嘅 AV 女優卡收藏至少有過萬張啊！哇，好震撼喎！呢、這個就是大家都夢寐以求的三上游的 DNA 啦。依家係咪最貴啊？大約12,000-15,000左右啦。多謝建議啦，你哋講嘅毛髮，點解呢張咧咁特別呢，就因為十張嘅毛髮，得一張會有簽名，所以佢喺成個係差唔多嚟講係最貴嘅卡嚟，好似係30-40,000嘅嘢都係。手上揸住呢兩張咧，我諗而家係極級難揾嘅人嚟，即係佢呢個係蒼井空。呢、這個係松島，呢個係松島風。哦，咁聽過咯。呢個叫 Rio， 想當年又係應該神級嗰啲女優嚟嘅咧。呢個幾靚喎。係，混血嚟嘅。啊，係咯係咯。佢依家神級嘅女優嚟嘅，所以我翻去問下老公認唔認？我諗呢幾個啲係你老公啦。喂，條片去咗一半啦，真係忍唔住啦，真係要爆啦！今日咧手頭上就有兩盒。旅遊卡咁就係價值2,000兩盒嘅，咁今日咧就帶咗阿 Keith 嚟到現時店咧，就即席揾啲人一齊爆卡。我想大家叫每日同我一齊爆卡啊！喺上面有陣啲人行咗咁多年現時店都未試過叫人爆卡，真係遮個樣啊得㗎！喂，佢話真係遮咗佢嘅樣咯，好啊好，全遮，好，好全遮。大哥，我第一次冇問。唔好問咁多，但你好專家喎。我哋你行口唔買呢啲嘢。我哋淨拍咗拖之後，冇再研究過呢類嘢。建議披肩啊，佢揸得點啊？佢戴過嘅喎，係咪啊？有冇味咧？你想聞乜佢冇味？係咯，聞下。我戴口罩聞到，我戴口罩就聞到。有冇睇開啊？冇睇開呢個。係咯，睇開邊個啊？副人文嚟喎。哇，好多張啊！冇咗三個，冇噶冇噶，三張，哇勁喎，底底嘅其他份，哦，哇$1200喎，即係條底褲剪開$200，咁樣啊，$200咪好多人用咗條底褲，攞貨，勁啊，我有簽名添，全球得15張噶嘛，係啊，可以上樓啊，$1000嘅嘛，咁唔使咁啊，上樓，幾時上到樓啊？想唔想要呢個紀念品啊？最新要邊張啊？我想要簽名嗰張。千蚊嗰張啊，值唔值錢㗎？值㗎，你講幾千蚊梗係冇啦，係咪先？我要測試下賣唔賣到出去啊，收翻埋先。有冇話想抽中邊個啊？三上啦，即係中咗啦，簽名咯，你講。Autograph 啊，三上啦，係啊，哇，恭喜曬你！咁佢首歌我哋會沒收翻嘅，廢紙台都好啊，係啊，呢度。哇！你跌咗三，你俾人踩，跌咗三隻牙，落地下俾人踩腳，只腳崩咗啦！好可憐啊，唔知背影喺度賣出嘅。會噶，啲人會睇曬八隻角噶。我哋 set 咗兩個 pose， 咁一個咧就一張賣500。係啦。咁有 message 嘅，咁仲有一個 pose 咧就係三上油牙嘅親筆簽名，再加另一個有個胸圍，係咪胸圍嚟㗎？係胸圍嘅發布。一發布，咁我哋就 set 200，咁睇下。臨出家前我哋買唔買得出靠你啦靠你啦哇出 post 唔到半個鐘頭就極速賣咗啦而放500嘅女優訊息卡出 post 一個星期之後都賣埋咯不過因為我哋抽唔中稀有度極高嘅卡就算成功賣出都幫補唔到本身購買盲盒嘅錢咁究竟有冇投資嘅價值就真係見仁見智啦咁你覺得呢啲即係收藏 AV 卡，可能有啲女仔會好似同鹹濕扯上關係，咁你又點？咁都係鹹濕嘅，因為你識呢啲女優都係因為嚟睇 AV 嘅，咁睇 AV 都係咪鹹濕啫？咁我係唔介意呢樣嘢，我覺得睇 AV 睇鹹三級片呢啲都好正常啫，即係一個男仔。吳博士，咁有冇遇到一啲卡人真係即係類似受呢啲女優卡沉迷嘅困擾咧？我的判斷咧都是你影不影響你其他生活，或者會不會傷害人？如果你譬如讀書又冇乜嘢，社交又冇乜嘢，你只是行來有些時候匿埋喺房去看下呢些嘢，或者收集一下，
咁其實我又唔覺得係太大問題，因為你整體你嘅社交係冇受你影響。我想問你有冇女朋友或者咧？有啊，佢知唔知你做呢啲？知嘅。咦？佢有咩反應啊？佢反而冇，一開始啊，都覺得好惡，即係因為佢知道我玩足球卡，咁都冇乜嘢啊，啲球星卡咁樣。朋友們都知道男朋友有床開，啱啱先知嘅，啱啱知，哦，死啦死啦死啦，啱啱先知嘅，冇事冇事，唔算大嘅，我儲二次元仔仔嘅，哦，即係大家都有啲共同話題咁樣嘅，你有冇分享自己啲收藏俾女朋友？都話啱啱先知啊，如果你有玩，你會同人講啊？我有玩，我會揾啲志同道合嘅人 share 咯，唔會亂咁 share。你每一個家庭 group 影張咁嘅相出嚟，條女唔著衫咁樣，哇，好正啊嘛！咁樣噶嘛，唔會啊嘛。睇下個女朋友本身接受能力啦。如果你話我女朋友就冇問題嘅，因為就接受能力好高嘅，我又唔係真係帶條女翻屋企嘛，帶張卡啫嘛。你接受能力好高啊？係啊係啊係啊，打廿四小時機都唔分手已經好高噶啦，我覺得。好多謝你。草啊，收埋冇俾我見到咯。收埋係咯係咯，尷尬咯，可能拎出嚟嗰下係啦。不過我冇乜所謂對呢啲，但係唔好喺我面前睇就得啦。係啦，會尷尬嘅，自己見到都唔 well 啦。即係見到喂收埋第二個女人啊嘛。咁俾你知道裏面有一張卡可能炒低起去到講緊賣20,000蚊港紙，你又點？真心咧，咁我儲到幾個啦。跟住儲到幾個賺賺錢啊嘛！但嗰張卡係可能有條毛喺入面。係咩？咁，哎，我剪條俾佢得啦，我剪條都話我噶啦，邊個認得啫？係咪先？閃電毛呢家嘢，多謝你，我中意你啲反應。多謝你，多謝，記得訂閱我哋。多謝你，我哋都睇曬。會有米子，米子係啊，誒，你好尷尬，一粒米嘅米，紙張嘅紙係啊，係啊，多謝你啊，多謝你。有次爆卡，跟住又爆到呢啲咁嘅，即係打格仔打到好辛苦啊嘛，咁啊覺得好好笑，咪睇下咯。即係好似係打格仔打好，所以好辛苦，應該好多。係交俾佢啦。導演好可憐，交俾你。記住啊，打格仔。恭喜發財，新年快樂！多謝你睇我哋嘅片啊，睇完記得 comment、share 同埋 like 啊，仲要撳埋個鐘仔噃，係咁。